参加圣诞节生日趴。今天第一次当主持人，超级紧张的，我觉得我今天说错了。很可爱，可爱就好。谢谢。到底谁是蓝色？为什么你一个人是蓝色？我不管，我就是。我们不是说好黄色吗？去看爸爸的裤子。谁的圣诞节是蓝色？看看你的。Blue day， 你的裤子是蓝色。Hello Christmas。我说错了。